第二十一题，下列哪一项因素会影响有机化合物的性质？那我们晓得，我们如果是不一样东西所构成的化合物，性质就会不同。比如说，一个是氧化铜，一个是氯化钠，所以钾组成元素的种类会影响。第二个，我们也晓得，好，我们的个数如果不一样，也会是不一样的化合物，那么性质也会不同。比如说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，所以它组成元素的个数也会影响到有机化合物的性质。另外一个会影响的就是它的排列方式，就是我们的丙。我们国中只有学一个，就是甲醚跟乙醇，它们的构成的种类一样，数目一样，但是排列方式不一样，我们称为所谓的同分异构物。那么它们的也是不一样的化合物，那么它们的性质也会不同。那么丁，他说它的来源，这个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只要是氢，不管是哪里来的氢，它都是一样的；只要是碳，不管哪边来的碳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会影响的因素呢，有甲、乙、丙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项因素会影响有机化合物的性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、乙、丙，种类、数目跟排列方式。